是没有宗教信仰的。我觉得我最大的信仰就是艺术，所以我觉得西藏对我的吸引力，特别是精神层面的吸引力是长久的。这样一种文化，它是开放的，你会被这样一种胸怀深深的触动。我相信在这里苦修的行者，他们为什么选择这里是有缘由的。你很容易进入到一种空寂的一个状态，就是什么都好像不存在一样，只有手的动作和画面的每一个笔触在增加。艺术在不同的时空里面有一种相同之处，这种相同也许是艺术的偶然性、偶遇，也许都在揭示艺术恒古的